主料，南瓜饼400克，辅料油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起锅热油，南瓜饼一包稍微解冻备用，把南瓜饼拆包，待有温七成热时，一个个地下入南瓜饼，关小火，轻轻地给南瓜饼翻面，炸至呈鲜亮的金黄色即可关火，出锅控油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南瓜饼上有细末粒掉沫，下锅炸时不能一直翻动；二、要小火慢炸，炸出的南瓜饼颜色才会漂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